长龄进国家队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年轻人明白，只要你身体强壮，不管多没脑子都无所谓。这些年来，王哲林长进的地方有 A 球技， B 球色， C 球感， D 发型，我选最后一个。If a man is an NBA player, make thousands of million every year, graduated from Harvard but never had a girlfriend, then you know how ugly of him and his hairstyles. 哇，这个真的是很痛苦一句话。我们和陈磊一样，都有幸见证了北京四年三冠的王朝。不同的是，你我是在电视机前，而陈磊是在 VIP 席。如果马竞在网上没怼一个人，就整根头发的话，怕他早就成刘欢了。我好儿呢，你刘欢那是啊，我是不爱刘畅，王刘畅比刘欢再头发宽。看到虎扑的新闻标题是孙铭徽领衔的国奥参加八国赛，就知道这届国奥有多弱。没办法。曹飞回江苏的时候说，从小就梦想为家乡球队出力。一年过去了，你家乡球队现在唯一的梦想就是你该干嘛干嘛去。扎心啊，老铁。听了两场郭伟胜解说的比赛，他还是回去干翻译吧，至少就只能污染到那些外教的耳朵，而不是我们的。Shut the fuck up！每次元帅命中三分的时候，山西主场 DJ 都会高喊元帅帅不帅。我想问现在那些跟风喊帅的观众，你们良心不会痛吗？你帅吗？快看赵薇身上那满满溢出的天赋，似乎天空才是他的极限，只要像现在一样夜以继日的努力，终有一天他肯定会突破永恒钻石这个段位。我这个赛季已经上了王了，我已经不需要在钻石台上。一场比赛下来，球场保安流的汗也比王子睿多吗？没有，热身的时候出的汗挺多的。作为罗汉琛的球迷，每次看到他瘦弱的身体突破后进内线，被撞翻在地上，都很心疼。但当他投三分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想，你是继续突破我吧。吴冠希当年的夏季联赛之旅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爬长城，到了地方拍张到此一游的意义一样。我是来过，但是谁在意呢？有本事你去啊！你一个外国人不会说英语，就和你打内线抢不到篮板一样。Chinese， 求求你了，别再黑上海队主教练了。当你面对贾毅和蔡亮两坨巧克力味和草莓味的屎，哪个都吃不下去，真吃不下去。草莓吧。这读不下去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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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Just one smile and you can change all of mine.